这个立群哥，看你这么兴奋，还是这个半局由你来开场好了。我还好啦，是方长勇啦，他人嘞。 这边淡江高中是换上了女黑豹，背号10号的汪以欣是来接替投球。刚才导播有个画面是刚好 take 在那个中山工商的篮球员哦，每个都很兴奋，想上来打。就是想上来会那个女黑豹这样子。这个大家排队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这个打击是要看顺序的。要看顺序的。对对对，打击是要看顺序的，没错没错。 刚刚我们导播被骂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刚刚那个大家以为是不用进广告啊，没想到他上了一个图卡啊，不要这样子啦，这工商服务本来就是要的啊。对，这个大家我们还是要进，大家公平好不好？要公平，还是要上点广告。工商服务还是要的好不好？不然怎么赞助社团球队？对，现在这样导播现在已经非常服务各位球迷了。汪以欣，淡江高中的高三的同学。 年仅大概17岁，从小是跟着父亲呢到球场来看比赛，爸爸是中信兄弟的球迷，那他自己呢说是富邦悍将的球迷，是支持邦邦的。<笑>这球打击，三垒方向滚进球，三垒手接到之后，out吗？哇！一球抓一个，哇！是啊。 场面的声音快把我们声音盖过去，这个才是淡江的王牌吧？<笑>这应该淡江的王牌吧？<笑>你看出局还笑着，<笑>还故意这种比一个赞。只是上场打击的张义勇。哇，莫非女黑豹上来投球哦？队友手背加成20，前面都守不到，现在又守到了。哇，这球其实传得很漂亮，对，接也接得蛮漂亮。 这球在捕手正面的滚地球，这边是一个内野安打。就我们转播室其实离那个休息区蛮近的，这个中山工商的球员们冷静，大家不要激动。 要轮到的是钟志杰。那前面那群哥也有提到，汪以欣目前呢是台钢啦啦队的这个培训生。对。所以未来可能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为我们加油。是。现在有点混乱。 那知名的部落客《维看球笔记》呢，哈，Minis Baseball Garden 也有介绍过他。汪以欣，虽然他说他是常在新庄球场看到他，是邦邦球迷。那另外他最喜欢的球也包含了兄弟的外野手詹子贤。哦，所以不是只有支持邦邦，还有支持詹子贤这样子。<笑>哦，这球点下去了，在界内。 三垒手下去捡球是一个内野的安打，再带有一分，目前22-0。我觉得大家已经没有再在意比数了。不过你身为主播还是要报一下。<笑>这局他的目标就是抓三出局了哈。 刚才已经抓到一个了。那中山工商之兵也是换上了代打，换了一轮上来打，可能大家都想上来会一心。哎呦，晴空打魔球。<笑>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延平的张子文了哈，然后现在淡江的汪以欣，未来当然还有。 这礼拜六，请大家期待哦！高雄女中哦，全部都是女黑豹选手，全队是女生。对，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。
好，那届时我们也会有女主播跟女球评，女主播是周中庭，然后女球评呢是刘伯君苏菲亚为大家来播报。自己冷静一下。这后面总有人影响裁判。王以欣加油！这球点出去，他下球前传上本垒啊，这边稍微传偏了。不过观念是对的哦，这球接到的时候其实是要往本垒传，没有错。不知道我们的方长勇还在吗？现在去忙一下了，不见了。哎，上来好像要换人。这边来看一下，应该是换野手了，因为比赛目前已经来到了三上嘛，哦，是，那应该不是要换投手，投手还是汪以欣。那因为理论上来讲，不是理论上来讲，就是应该就是最后一局了，三上跟三下就是最后一局了，所以可能也 让选手上来，对，有报名的选手可以上来体验一下。哎呦，哦，想要更换了，换投手了，大家不要骂教练，他今天表现得相当好。我是有听到中山工商那边大喊不要换，不要换，不要换的。哎呦，换了呢！今天只是相当难得的经验啊。